佛法修学概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同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2面，我们看小妄语即六言成犯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讲到这个妄语戒啊。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，在整个十法界的缘起的定位啊，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定位啊，就是一个罪障生死凡夫，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定位。一个生死凡夫为什么叫罪障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每一个人在流转当中，既有罪又有障。那么这种罪跟障的结合啊，就使令我们的生命啊，充满了不确定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来生要飘到哪里去。我们更严重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我们外有罪业，内有颠倒妄想的障碍，所以这个心根境啊，经常的心力跟业力啊，经常交互的作用，所以人生充满了不确定。一个凡夫众生，只要你没有学佛，你的人生是没办法规划的，没有规划的，你这个规划都是打妄想，因为你做不了主呗。佛陀在《法华经》啊，把我们这种生命的不确定啊，他讲一个譬喻，说我们就像是一个在外流浪的乞丐，一个流浪汉。乞丐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他有三种过失：第一个，他没有住处，他没有家了，今天睡在公园，明天睡在马路，他哪有家呢？这第一个，他没有住处，他的内心啊是不决定的。你用好的因缘来刺激，你带他来共修，他就念佛；你带他去不好的地方，他就放逸。他心哪有家呢？他完全跟着感觉走。这第六流浪汉第一个特色，没有家。第二个，没有吃粮。从佛法的角度啊，我们凡夫不能够创造一个决定性的善业，不可以，因为你没有善根。我们所有的善业都是从外境刺激的，一般人都是他看到的可怜众生，他才会起升起慈悯心。你刺激他，他的内心就造罪业，所以他不能创造一个自己决定的善业力，他只能够靠外境的资助。一种善良的外境的支柱，他才可以造善。所以就跟乞丐一样呗，乞丐自己没有饭菜啊，有人施舍他，他才有办法得到饭菜，所以他没有决定性的资粮力。第三个，没有目标，一天过一天，反正时候到了再说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啊，无量劫来，我们的生命有三种相貌。第一个，没有住处，第二个没有资粮，第三个没有目标。古德说啊，很像空中的羽毛，随风飘荡。你运气好，你遇到好的因缘，你刚好住在净宗学会的隔壁，你就反正闲着闲着就来念佛，念，他喜欢喜心。你运气不好，你家住在一个放逸的歌厅，你整天你就听歌。就是说你不可能从内心发动出一个我一定要事断一切恶，我一定要事修一切善，我一定要事度一切众生。我们的功德力都是从外境而来的，所以这种都是不算的，就是乞丐，你的资粮都是外来给你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把它分成两种啊，就是没有住处跟没有目标啊，这个是属于内心的问题，心理的问题。
没有资粮啊，这个是指外在的业力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凡夫啊，存在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心灵的问题，第二个是外在的业力的问题。当然这两个会互相作用，我们讲过哈，心理创造的业力，业力又牵动的心理，所以这个心跟业啊，我们一般凡夫啊纠缠不清啊，有业力有心力，这两个就人生无解了，无解了。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处理问题，因为你的心受业力的牵动，业力又受你心力的创造，两个人相辅相成，难辨为奸。直到伟大的佛陀出世，开始解决我们的障碍了。大智慧的佛陀呢，他先处理心理问题，他知道业力是无解的，业力这块先不能碰，因为这个无始劫来的业力啊，盘根错节啊，已经是说不清楚了。这块业力是无解了，因为它积习太久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去改变外境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因为你改变不了，错综复杂，连释迦牟尼佛都不能够去改变他的外境。佛陀的圆满来自于内心的圆满。我们看佛陀的一生，他并不是没有挫折，佛陀的一生也充满了挫折，但是他是什么？以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，他不随外境而转。所以当心理跟业力纠结在一起的时候，诸位，你要先掌握正确的方向，先解释，先处理心理这一块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你一开始学佛要先听经闻法。我们在内心当中从听闻佛法要成就两种善根，一个是智慧的善根。第一道善根就是观照业果，我们心中要经常存有业果的思想，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你的心就住在这个业果的思想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安住处，第一个家。虽然这个家不是很大，但是好歹比一个流浪汉好多了。我们慢慢以这个家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啊，以道为住，就是以业果之道为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景。你人生没有目标，你就很难有修行的动力，因为我们的修行来自于一种思想的改造，但是我们的习气已经太重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景来引导你，你很难下定决心去做心灵的改变。所以愿力它是一种改造的动力，我们希望人来生是安乐的，这第二个。所以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先把我们心中啊产生了一个安住力跟引导力，把这两种善根确定下来。当我们的心中有智慧的关照，有一种愿望以后，佛陀开始处理业力的问题了。佛陀开始施设法门，让我们断恶修善，所谓的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，开始处理无始的业力了。比方说五戒、十善、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，这个就是在处理业力的问题了。但是你在处理业力问题之前，你要先建立你内心的善根，就是发心跟正见这两块。我们从一种人天乘的修学啊，我们从一种流浪汉，至少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明确的确定，佛陀的保证，至少你不堕恶道。所以五戒十善的这第一班车啊，就是应载我们离开善恶道而趋向了人天。就是所谓的不堕恶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，不管你今生做了什么，只要你开始修学佛法以后，你如法的操作五戒的方法，我们待会包括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，你如法的操作，你一定不堕恶道，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。因为这个业力，你只要不刺激它，它不能得果报。
当然，你必须改变你的思想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背负了很重的罪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生做了什么，但是合理的推论，我们应该都做过很多重大的罪业，所以现在末法时代还在流转。但是只要你肯吃药，你就可以改变，因为这个佛陀是大医王啊，只要我们在我们生命死亡到来之前，我们如法的吃药，我们起码能够把最重的病，所谓三恶道的病治好。所以人天秤不保证你一定往生，也不保证你能够解脱，但起码保证你不堕恶道，它能够让我们的罪业，它已经是没有得果报的力量，这个种子被它枯萎，暂时让它沉淀下去，枯萎下去啊。所以不要小看五戒十善，起码它让你的未来生命达到善得人生，六根具足，这是一个起码的标准。好，我们来看讲义。那么前面讲到大妄语的因缘，这个地方讲小妄语，它有六种因缘成就犯罪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小妄语具六缘成犯：一、对境是人；二、人想；三、为想说；四、知为想说；五、言了了；六、前人解。那么小妄语包括两舌、绮语、妄言、恶口这四个过失啊，它是属于轻罪。轻罪这个地方有六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你妄语的对象是一个人，特别是他是一个听懂你说话的人。如果这个小孩子年龄太小，他听不懂你说什么，这个不能构成犯罪啊，要有一个听懂说话的人。第二个，人想，你很清楚他是个人。第三个呢，你为想说啊，你所说的言辞跟心中的想法是违背的啊，这个地方针对小妄语。第四个，自为想说，你自己也知道为想说，换句话说呢，你有欺狂之心，你不是一时的误判，你是故意的一种欺骗。第五个，言了了啊，表示说你是讲得清楚明白，不是一个暗示的方式。第六个，对方理解，这个业就成熟了，就成就了啊，叫做小妄语啊。好，我们看新三的犯戒轻重，这个妄语就有大妄语跟小妄语。那么大妄语，我们先看大妄语第一个，好，先看第一个。向人说正果，乃至罗刹来到我所，彼临解，上品不可悔罪。上品不可悔啊，都叫做破戒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杀盗淫妄一旦破戒呢，你就有堕三恶道的可能性了。任何一个业力，只要临终被刺激出来，都会到三恶道，只要上品不可悔罪。好，这个大妄语的过失有两个，一个是自己证果啊，就是妄谈自己的果证；第二个呢，就是罗刹来到我所，这个是妄谈感应神通啊，这两个呢是很严重的过失哈。在楞严经讲到说这两种过失啊，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妄语的严重性啊，它不轻于前面的杀盗淫啊。佛陀说啊，杀盗淫啊这三种过失啊，会让你未成不成，你没有成就功德，你要成就的功德，因为你犯杀盗淫，你就没办法成就了。但是大妄语却会让你啊既成必失。你本来念佛念得非常好，乃至于成就念佛三昧，你因为大妄语，你的功德一定会失掉。大妄语就会让你功德成就的失掉。那么为什么他的过失造这么严重呢？楞严经提出两点。第一个，你讲你自己的果证啊，扰乱众生学佛的因缘。我们学修佛法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，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，佛灭度以后呢，以法为师。佛陀在世的时候以人为主，因为佛是圆满的，佛陀怎么说我们依教奉行，没有第二句话。但是一个圆满的佛陀灭度以后，
就不能以这个人为俗为师了，以法为师了。那么这个法，也就是说呢，在末法时代的修学啊，法重于人。当然，我们皈依法也得顺便皈依人，因为法跟人分不开了，因为佛法是赖人来弘传，但是它的重点还在法。好，那么你今天说你是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你很容易造成一种个人的崇拜。本来这个人要依止海公师父学所修学成就的，另外一个人依止唱公师父的法而成就的，结果你说你是出地菩萨，这些人就全部来皈依你了。那么每一个人过去生的结的法缘不同啊，他跟你的可能是没有法缘，但是因为你自己说的你是一个圣人，造成一种盲目的崇拜，结果他本来应该法得度的，结果他失去了一个得度的机会，因为你破坏整个佛教的因缘。你把人放在法的上面，所以佛陀在楞严经上说啊，即便你是圣人，即便你是圣人了，你没有打妄语哦，你是圣人哦，你也不可以先说。因为佛陀的意思是不能强调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凡夫，让众生的因缘让他自己去运作。在禅宗里面就特别有这种情况，这个人跟这个临济宗有缘，他一听就开悟了。这个人在临济宗里面参了三个月没有开悟，到了曹洞宗马上开悟。同样一个道，但是上次是表达了法不懂，他弃他的机，过去正跟他结友结法缘。所以你今天你宣说你个人的果证，就打乱众生一种正常的缘起了。每一个人都来敬敬你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有法缘，你耽误了他学佛的因缘的时间了。所以佛陀规定，所有的人一旦你来到末法时代，要把你的本地风光收起来，你过去生是怎么回事通通不能讲，每一个人都扮演一个正常的凡夫。那么靠这个法的因缘呢，那么各有各的定位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不能打到妄语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必须把法放在最高，人是在法的下面。你打到妄语，你就错乱了，把人放在你这 个人崇拜多以法，这个时候佛教就乱了。啊，这是第一个，你扰乱了众生学佛的因缘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感应神通，这个过失更严重，你破坏众生缘起的正见。我们的离苦得乐来自于皈依法，内调妄想，外断罪业，那都是依法修学。你今天讲感应神通，让众生追求一个相，一个不可思议的相状，这个相状救不了你了。我们承认你好好的修学，整个过程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相状，但这个相状只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副产品。佛教也承认感应神通，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有法你才有这个功德相啊。你现在舍本逐末了，你讲感应神通，大家打佛器的时候就不专心听佛号了，就是在看哎，佛什么时候出现了，就很容易琢磨了。诸位，你有法你才有相，因为他如法的去安住佛号，所以才去感应佛陀，的根本在法。你现在追求相而轻这个法，你这个叫做舍本逐末了。所以你这个破坏整个众生的缘起正见了，因为有法才有相，不是先有相才有法。所以你先谈感应神通，让大家呢刺激大家向外攀缘，糟了，大家不再注意自己的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的法了，大家已经不管自己的法，就追求那个相了。这个就是破坏众生缘起的正见了，你把他的善根破坏了，所以这两个过失很重啊。
第一个扰乱众生的一个邪佛因缘，第二个破坏众生内心的善根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要付出代价？你这个宣说道妄语人啊，你的戒定慧功德必定失掉，因为你过失太重了。啊，这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叫上品不可悔罪啊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中品罪跟下品罪。好，请合掌。向天龙鬼神说正果等，彼临解；向人说正果等，而言不了了，前人未解；向龙痴不结语者说中品可悔罪；向不结与畜生说发心欲言而未言，下品可悔罪。好，我们先看中品的可悔罪，这个过失比较轻，比较轻的就是说他不会马上的去破坏你的善根，但是如果你不忏悔，那长时间的累积也可能会破坏善根，哈，就是中品。那么就是说你不是针对人，你向天龙鬼神说正果等，那么对方理解。那么为什么像天龙说同样说话不是针对人呢？他的过失比较轻呢？因为这些人不是法器，他根本就很难修行，所以你这样讲他听懂以后呢，反正他也不能修行，所以你也就没有所谓的扰乱他的学佛因缘，也就没有所谓破坏他的正见的问题，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修行啊。所以他听你呢，对他有听没有听的影响不大啊。所以中品。向人说正果等，但是对方呢没有听很清楚，没有真实的理解，所以没有对他构成一种实质的伤害，这个中品。像龙痴不结语者说啊，他是一个聋子或者是一个愚痴的众生，你讲什么他听不懂啊，当然这个对他的伤害就轻了，这中品可悔罪啊，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我们看下品。那么像畜生啊，说那更轻了啊，或者你发心一言而未言啊，这个就是下品可悔罪啊，这个责心忏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。看这有一段很重要，看维大师的这个补充说明。好，维大师在讲这个妄语戒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这个真善慢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再解释啊。若功夫稍稍得力，不知法相，未正果等，本无欺狂之心，名增上慢，不思戒体，然须请教师长，先达抉择是非，因情悔过，舍其有所得心，今求真正出药，方免沉醉耳。那么假设你是修行很用功，而且有某种的相应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整个修行的次第，这种果证的法相啊，你说啊，我证得念佛三昧了，我开悟了，但是你的内心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呢，是以正直的心讲的，你没有欺狂他人之心，那么这叫真善慢啊，你就是不学无知的真善慢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。那么这种情况不是戒体了，但是呢，你也要小心了，就是赶紧这个过失也要赶紧处理了。怎么处理呢？请教师长前辈啊，来判断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么找出方法啊，一方面忏悔，一方面呢舍其有所得心啊，这执着境界相的心要舍掉。那么好好的依法真正的法要才不会堕落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有些尤其用功的人啊，你要是说没有在用功，这句话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了哈。但如果你在用功要注意哈，这个智者大师小止观说啊，如果你用功啊一天超过两个小时，你这句话对你就很重要了哈。你可能念佛也可能持咒啊，那么心跟法，心持法，法持心，慢慢这个心跟法会打成一片的。我们刚开始念佛的时候，会觉得能念的心跟所念的法佛号好像两个东西，很生疏，没关系啊。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。刚开始带有强迫的一种信仰皈依，我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我。但是慢慢的啊，心跟法会互相摄入，心摄入法中，法摄入心中，到时候会功夫相应。这个功夫相应可能是一刹那瞬间，也可能会有一段相续的时间，你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状出现。
比方说你看到光明，比方说你看到佛陀，甚至于你看到很多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记着，千万不要跟别人先说。智者大师提出，向别人先说，有三种过失。第一个，你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引导，因为 你这个境界下，你怎么说都不可能说得刚好，你讲太多也不可以，讲太少也不可以，所以你怎么说都没办法去正确的诠释那个所缘境，所以有引导众生误入错误的理解的嫌疑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功德丧失。你试试看，你只要修行得，你讲出来，你再去打坐，那个境界就没了，消失掉了。第三个是最可怕的，误入歧途。你讲的时候，别人一定会赞美你，然后你对这个相就更执着了。修行的过程在楞严经呢，只有两个原则：离一切相，修一切法。你的相要越大越少越好，即便是佛菩萨的清净的相都要舍。你说佛菩萨现在舍，那我念佛也是佛好的相状，那只是借，我借佛陀的相状来开显我自信的功德，相状只能够借，不能执着。那么你讲这个感应神通讲久了以后，你的心就注意这个相了，就开始忽略那个念佛忆佛念佛那个法那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刚好有冤亲债主在鬼神道，他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你刚好出现这个隙缝就糟了，他就出现你喜欢的相状，然后你就跟鬼神感应道交，误入歧途了，堕入魔道。那这个时候佛陀出世都没办法救，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善根完全破坏了。所以说功夫相应，你只能够请教善知识说这个是怎么回事。哦，他说哦，这个是好现象，你只是知道哦，这是好现象，增长信心，如此就好，继续往前走，后面有更好的魔力宝珠，不要留恋旁边的小花。你知道这个相状是好的，是功德相就够了。那么经常说知道就好，知但是不能着，知道会启发我们的信心，哦，我的业障消除了，我看到这个相状我消除了，知道就好，那么继续再 往内修，你们有更殊胜的清净功德等着你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哈，绝对不能 有所得心，这个是会自己障碍自己的。那么前面到这个地方讲到大妄语，这里要讲小妄语的过失。我们有两段先念一遍。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、言了了，前人临解，中品可悔罪；若言不了了，前人未解，下品可悔罪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小妄语呢，它就是有两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，你讲得很清楚，对方也理解，中品。因为妄语界它只是轻罪啊，小妄语是轻罪，它最多也就是中品。那如果你说不了了，或者前人不理解，那就是退而求其次，下品啊。这个是他这个是没有上品，先从中品判起。我们看新释的开言情况，有四段。向人说正果等法相，欲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等事，戏笑说虽不犯众而犯轻罪，已非言说之以鬼故也，狂乱坏心。那么你如果是跟人家解释什么是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法相啊，什么是念佛三昧，你在解释法相，但是你没有说你自己证得，这个是不坏。你本来要说他其他的事情，但是误说的正果，那是一时的口误啊，你没有欺狂之心，不坏。戏笑说啊，你是开玩笑的，但是呢，虽然不犯众啊，但是他犯轻罪，这叫戏论啊，因为他不是正常的说法的仪轨啊。最后一个狂乱怀心，当然不犯啊。
不过这个地方开源情况我们再增加一个哈。诸位你看那个偶一大师的五戒相亲签要，偶主提到一个方便妄语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小妄语戒有两种情况是开源的，第一个为了救拔众生的命难，比方说你到一个树林去，看到一个野鹿跑过来往东边去了，后面有一个猎人啊，拿着刀啊剑啊要去追这个猎人，他问你说，你有没有看到小鹿呢？我说有啊，他往西边走了。你指出一个错误的方向，那么虽然是妄语，但是这个时候因为牵涉到一个众生的命难，这个时候小妄语啊不但没有过失啊，菩萨生诸功德还有功德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有牵涉到众生的命难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牵涉到众生的慧命，你直接跟他讲，他可能就退失对三宝的信心了，破坏他的善根太重了。所以菩萨可以善巧方便，暂时的隐藏事实，而先说对他有欢喜生善破恶入理真善的话，为了救他的慧命，可以。所以小妄语的开源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救他的色身，第二个救他的法身，可以开源。但是大妄语任何情况都没有开源，你不能说我讲我是出果对他会启发信心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，后患无穷。有一种情况例外，你要走的时候可以，你命中的时候可以。你看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，有人说智者大师啊，你老人家一生为人家判教，你老人家的阶位是什么？他就讲出他的本地风光啊，五品官恩位，说完就走。现在的人讲自己的国政，讲完也不走，这个就大妄语了。所以临终的时候讲，你不能说祖师犯大妄语，不能这样讲。他临终之前走可以啊，临终之前讲是可以的。他讲完马上就走，所以他不会造成个人崇拜，因为他讲呢，让大家后世知道他说的法是正确的，因为他是有果证的，他也是他的着眼点也是在护这个法。但他人走了，所以你就没有个人崇拜的问题了，所以大妄语只有一种情况是开眼，只有一种是临命中的时候开眼，有利他有令正法久住的因缘开眼。好，我们看新五的持犯得势。好，这有两段啊。我们先看持戒的功德啊，先看这个啊，先看犯戒的过失啊。毁犯妄语戒，果报三途果报余报：一、多被诽谤；二、为他所狂。那么这个是这个地方的过失偏重于小妄语的过失了哈，大妄语的过失我们前面讲过了哈。那么小妄语的过失当然主要是在三途，但是他的余报呢，多被诽谤。就是说这件事明明不是你做的，但是就很奇怪，就有人会去诽谤你说是你做的，那这个地方表示你过去生有这个业力，有这个恶口的业力啊。为他所狂，那么你很容易被骗，那这就是你因地的时候经常用妄语骗别人啊，所以很容易被欺骗啊。好，我们看持戒的功德啊。持不妄语戒，果报得生人天乃至佛果。余报：一、发言信众；二、言无误失。那么我们修学小妄语戒啊，那么就近处来说成就人天的安乐果报，就远处来说呢能够往生西方乃至于佛果。那么他的余报呢，发言信众啊，讲话有这个威德力，而且在讲话过程当中啊没有过失，言无误失啊。这个小妄语啊，它不像前面的杀盗淫盗妄语的严重，来那个力量业力来那么大的粗猛，所以你可能不会有急迫性的问题。但是没有急迫性的问题也有缺点，你很容易累积啊。
诸位，如果你有在打坐，一天差不多静坐一个小时以上，你平常有在拜佛持咒，然后有静坐一个小时，那么你这种情况啊，你相对有一种极静的力量出现了、你经常去讲开玩笑的话，跟人家嘻嘻哈哈，你再来打坐，你就发觉不对了。就是你这个经常在戏论的人啊，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就发觉你的心有波动啊，这个波涛汹涌啊，你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止观才能够调伏它，就胀到了。所以你才知道佛陀大智慧啊，他每次的一条戒叫你不能这样做啊，一定有道理。所以这个小妄语他没有急迫性的问题，但是他某种程度已经在增长罪业，破坏善根了。他是点点滴滴的侵蚀啊。我们讲一个小框框来做一个举例说明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在一个小村庄有一个毒龙，这个龙啊经常出来伤害大家，那么这个村民呢就请住在山上的500阿罗汉啊来调伏这个毒龙。这个500阿罗汉用神通力啊没办法调伏他，这个毒龙看得出来是过去的大福报，但他也看准了你阿罗汉你也不敢伤我，所以他们打到最后就两个都精疲力尽，就各自回去了。后来这个村民看500阿罗汉没办法降服这个毒龙，只好去找佛陀了。佛陀就派一个比丘说：“你去，啊，那个阿罗汉比丘一去到毒龙的地方，只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‘仁者，奴出去不应住此。’讲一句话而已。这个毒龙马上现身跟阿罗汉顶礼，就离开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村民就觉得很奇怪，问佛陀说：‘为什么500阿罗汉不能降服毒龙？这个阿罗汉一句话就可以降服他呢？’”佛陀说：“这个阿罗汉呢，他因地的时候，他对小妄语戒持得非常严谨，所以他那种，所以这个善根力，当然成就阿罗汉是靠善根力啊，大家都是有我空的善根嘛，他证得阿罗汉嘛。但是这个阿罗汉当中也有差别啊，就是这个业力啊，善业力啊。当然这不影响你证阿罗汉，但是呢，你在利他的时候啊，那个威德力啊。”就是你的戒持的越清净啊，你讲出那个声音啊，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，你非听它不可。奇怪，它就是有这个善业力啊。所以这个菩萨先求内心的善根啊圆满，他最后一定要求善业的圆满，才有万德庄严。所以这个虽然过失小，但是你成佛之道里面啊，你迟早要次第圆满，次第要圆满啊！这个地方的佛陀智德戒都有道理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五条的不饮酒戒啊。那么前面的四条戒我们叫做性罪，就是他这个杀盗淫妄，他的本质就是罪。你犯了以后，你就会产生罪业，就会创造今生来生痛苦的果报，就是性罪，就是它的体性就是罪。那么这个饮酒呢，它只是叫遮罪，酒本身不是罪，喝酒这个酒本身不能讲罪，但是它会带动罪业，它本身不是罪，但是会引申其他的罪，所以佛陀遮止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解释名义，什么叫做酒啊？请合掌。凡具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饮之能醉人者，名之为酒。那么这是古代的解释了，就是有酒的颜色、有酒的香气、有酒的味道啊，三种定义。但是简单来说，现在的科学发达，就是说只要有酒精成分的，不管是米做的酒、水果酒，不管是什么酒，只要验出来有足够的酒精成分能够醉人的，这个就是酒啊。那当然这个酒它的一个特点呢，叫做我们佛法叫做无明药，会让你一个人心智猖狂，一个正常人不敢说的话，一个正常人不敢做的事，喝了酒以后
他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。这就是佛陀为什么要遮止，因为你失去理智。酒本身不是罪业，但是会带动其他的罪业，因为它会让你失去理智啊，是罪佛陀要遮止这个意思。我们看第二个纪言成犯啊，他的犯罪因缘有三个，好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饮酒具三缘成犯：一是酒，二无重病因缘，三饮烟。那么第一个，它本身是有足够的酒精成分，有醉人的情况。第二个呢，你没有重病的因缘啊，这待会我再说明什么叫重病因缘，在开眼的时候再说明。第三个，你饮烟，这个犯的成立啊，要吞下去才犯。如果你在吃的过程不知道它是酒，你含在口中觉得有问题，赶紧吐出来，不犯，一定要吞下去才犯。好，这个是纪言三种啊。我们看新三的犯罪轻重，好，有中品跟下品。凡具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饮之能醉人者，中品可悔罪。凡作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饮之不能醉人者，饮而未烟，下品可悔罪。那么只要是有酒色、酒香、酒味啊，就是它有酒精成分的，不管它是稻米、水果、醋所酿成的酒，你喝下去，那能够让一个人产生昏醉的，这个就是犯到饮酒界的当体的中品可悔罪啊。那么如果他有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但是他的酒精成分很低，你喝再多也不会醉人，但是他的确有酒精成分，下品比较轻，因为他至少不会让你心智猖狂啊。那么你只是含在嘴巴没有吞下去，也是下品可悔罪啊。这点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补充哈，在菩萨界的跟酒有关的有两个，一个是你自己饮酒，第二个是你把酒卖给别人。菩萨界是饮酒是轻罪，因为你伤到你自己而已。你今天开一个商店，你把酒卖给别人，在菩萨界是重戒。你如果受受现行，生生耗药，十戒体，因为你把这个无名药卖给别人，你明明知道它是酒，你为了利益还是卖给别人。所以诸位，卖酒是重罪，喝酒是轻罪，因为它的伤害程度不同。你喝酒你伤到你自己，你卖酒你伤到太多人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说法啊。我们看新式的开言情况有四个，请合掌。食中不知有酒而误饮，以酒煮食以失酒性，病食余药治不菜，以酒为药，以酒涂疮。那么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你在吃的时候，你出去外面吃饭，那么这个店家呢，把这个食物放的酒你不知道，但是你第一口吃的时候误饮了。第一口不换，但是你知道它是酒，你第二口再吃就换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啊，所以第一口不换啊，误饮是不换的啊。以酒煮物以失酒性，这个酒呢，经过长时间的煮，它的酒精已经蒸发了，它已经没有这种酒精成分了，这个当然不换。第三个，病时宜药治不菜，以酒为药，这个说明一下哈。这个以酒为药引啊，有两个条件要记住。第一个，重病的因缘，这个病不治，已经影响你的修行了，甚至影响你的生命了，影响你的生命或影响你的法身慧命了，就是你这个病太重了，你不治不可以了。这第一个，重病因缘啊。第二个，无可取代。你问过所有的医生，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它。那么这种情况，在暂时的开眼可以的。啊，但是你不能去吃那个药酒，为了补身体，那就不对了。啊，它是重病因缘啊，重病因缘啊，它的开眼重病因缘啊。
第四个以酒涂疮啊，这是用来治疗伤口的消毒的，那当然你没有喝到嘴巴里面去，那只是皮肤的消毒不换啊。这饮酒戒啊，我们讲一讲它的公案哈，跟大家参考一下佛陀为什么治这个酒啊，它的缘起啊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带着弟子到了这个支提国，一个印度的小国家。那么支提国呢，有一个小村庄啊，它旁边有个湖泊，那湖泊有一只毒龙啊，经常利用黄昏晚上的时候出来啊，他就喷那个毒液。那么这个哪一个人被他喷到以后啊，就马上死掉了。但是这条道路呢是必经之道，你不走还真不行，所以大家很困扰了，就到了僧团去。那么僧团就派了迦旃延尊者去降服这个毒龙。迦旃延尊者是什么时候去呢？他晚上去，就拿个带一个钵啊，到那个湖泊的旁边打坐。这个毒龙一看到有人啊，然后闻到人的味道，他想说这个人那么大胆，在我的湖泊里面打坐。那个龙就不是喷毒液啊，他喷那个火啊。去烧那个周利盘陀切，周利盘陀切是一个大罗汉啊，三明六通八解脱啊，入火光三昧，他伸出这种光明了、啊，把自己保护住，然后再把这个火弹回去，结果那个龙就被调伏了，调伏以后呢，就皈依三宝了，就不敢害人了。那么这个村民就很高兴啊，很感恩啊。就请周利盘陀切在家里面应供，他估计不是一家人，很多人一起请周利盘陀切，这个饭菜弄得很丰盛，旁边摆了一杯黑酒，可能是黑色的酒。那么周利盘陀切在高兴之余呢，顺手把这黑酒一饮而尽，就喝完了，喝完就醉了，然后就走到这个回到金色的路中间，就醉倒在地上了。衣服钵就散满地上了。那么佛陀带着弟子经过的时候，佛陀就明知故问了，说这个人是谁啊？弟子说是周利盘陀切啊。说哦，是刚刚降服毒龙那个吗？他对啊。佛陀说啊，说周利盘陀切没有喝酒的时候可以降服毒龙，喝了酒以后啊，连地上的蛤蟆都没办法降服。所以佛陀就召集比丘啊，说啊，圣人饮酒尚且如此啊，何况凡夫啊。佛陀就喝则饮酒的过失而制定的饮酒戒。一个三明六通八解脱的阿罗汉喝了酒，当然他不会造业了哈，但是他的心事啊，那个明了性也是失掉了，也是昏睡了，何况是凡夫呢？啊，我们看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到跟饮食有关的有三个东西啊。第一个酒，第二个肉，这个肉啊，你吃下去啊，增长嗔心啊，你经常吃肉，你要小心了、啊。《楞严经》这样说啊，会变成大罗刹，酒肉穿肠过啊，罗刹心中作，真的。他那个心跟饮食是互动的，就奇怪，我们心无形无相，但是他受熏了、啊。第二个是肉，第三个是五心冲涮，啊，生吃增慧，熟食发饮。你这个冲涮生吃啊，增长嗔心；你把它煮熟了吃啊，增长淫心。所以饮食当中啊，你要修道、啊，这三个不能吃啊，酒肉冲涮。他对你的善根呢、啊，他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了、啊，好，那么我们的五戒讲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下堂课讲他的忏悔方法，啊，好，休息十分钟。